电影名导王家卫早前涉内地试探拍摄剧集《繁花》，回响极大。而事情公布会监制网剧《英雄联盟》的内地名导张艺谋，都有意筹拍兼执导大型电视剧主角。呢套剧同《繁花》一样，都是央视重点推介剧集之一，所以消息一出都备受注目啊！能够令电影名导跳入试探，剧本当然是重要一环。呢套剧改编自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。主线围绕秦腔命令、逸秦外的人生高低起跌和舞台相伴一生的故事，剧集属于大女主剧集，再加上张艺谋首次执导的大型电视剧，不少女星都争崩头，其中赵丽颖、周迅、孙俪和杨紫都被指对呢套剧虎视眈眈，希望成为首位剧界谋女郎。至于男主角则属于早前同张艺谋合作过电影《满江红》的易烊千玺，已经六年冇拍剧集的佢，为将度重返试探。其他演员就有实力派张嘉译同埋秦海璐，唔少网民都大呼期待啊！